他们封烟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狗分仔，拿棒棒了，他们会藏毒的。加油站可以堵他们一手，说不一定。帮我带加油站。这么大个空投，三投三掉，没球。上面在打架。车子没油了，车子没油了。我加油了。本能反应，本能反应，本能反应。补了补了补了。帅不帅一号？我给你他妈的补上补的。应该的呀。这个人头。这你要补不死，那你就是个。来车了！来车了！呜呼！刀刀刀刀刀！再来！你被狙爆头了吗？我们得走了。啊，走，不用走，不用。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上面打架呢，在这个坡啊，给方区放倒一个，我们把它吃了。上车，兄弟们，上车。来听我口令啊，听我口令。来纯你，你搁这下，快下下下。先别开枪啊，你先别录啊，你先别录枪。小平房好像有一个。二楼，二楼，外面有一个，外面，外面。哎，我脸上，我脸上。我脸上晕了一个，我操。你怎么被晕了？是有一个。死完了。有点难受啊，我脸上他妈蹲在那个角落里面动都不动呢，这被阴了没办法呀，救也救不了你。进墙我了吗？进了，刚进的。下面下面封烟。第六名死的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看到没？再跑再跑再跑。打死一个，倒一个，真是的。还有三个，这是 PM 那队的。什么他们的圈，他们的甜蜜圈，倒一个吗？那边倒一个。一号，开车，开车。一号，你那边有人呢？什么有人？前方有危险。你那边反坡有人呢？你看到了？我操，真有啊！真是的。没有，没有，补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是的。哦，没了没了。来，让我知道。最后一个黄点，黄点，来，我来接你吧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啊！给你，给你，来来来，黄点，带你去。给你走，给你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最后面爬着，我可以打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标个点，标个点。正正前方有危险。这个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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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确标，最后面爬着呢。他
带鱼塔呢。你看这个点儿，这个点儿标的精不精准？黄点，这叫什么玄学？打一把加十。91，91，91，够，肯定够，33分，够，肯定够了，但是你现在不打不赢的，再打一把吧，再打一把，再搞一把，哎，来嘛，才两点呢，我不知道分够不够，我知道吧，够了我就不打了，100%够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开盘了啊，兄弟们！开盘了，我上个厕所去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干嘛加太少了，才加几分，没有十分。啊，已经不错了，我的麦扣两分呢。这么强，路人很强的，有些路人嘎嘎强。下面有个人机。有一队，有一队，快快拿高楼！高楼他们贴了，我下了。跑跑跑！我楼下有一个，好了。没打掉，怎么八把枪？我只有个手枪，高楼两个，前方有危险，这有两个，大的人机。只有手枪，我需要武器。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没办法，我这一把屎盖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楼下来了，下来了，高楼那个下来了。哈喽，还有一个。能帮我吗？我楼下一个。我等一下，我封烟，我封烟。他趴在我一楼还是二楼？他伏地了。高楼有一个。
这边有人，兄弟，给我，兄弟。下来，兄弟，我已经到你一楼了。有吗 ？OK。好像有人。没有。看这边，这边过来了。来，过去支援。好几个啊！死完了，死完了。走走走，拿狗砸去。研究所会不会有一队吧？别吓人。一号丢点子弹，丢点无的子弹。刚才有一队开车跑了的。走走走，研究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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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三级头这里，快过来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呦我操！我怎么哼的这首歌？怎么，我怎么哼起来这首歌了呀？今天上大分了。着了着了，被洗脑了。这首歌不是我该听的，不适合我这个年纪。补偿要不要？没要补偿，我丢了。你自己跨年一次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跨一次年，不跨过了吗？四倍要不要？你还可以跨，组队跨一次，自己跨一次，懂我意思吗？真穷啊！四倍带一个，四倍带一个。再跨一次，再跨一次，你们单个没跨的再跨一次。有没有喝的？正好没跨，跨一次。有没有喝的？我有，给你个饮料。棒棒浪，棒棒棒棒浪，棒棒。给你饮料够吗？不了不了不了，浪荡。太少了。来，我再给你一个。棒棒浪，棒棒。从后面。车呀，高楼一个蹦蹦，四号给我，四号，来来，一个脚步，我操，给我 ，Hello， 微信转账，前方有危险，干嘛呢？应该对什么话？我发背。有五六的枪吗？那边？
被拿了，他有个 M 四被咬了。这不有洗干吗？铁血扔吧，你把洗干。有子弹，有子弹。这没子弹，算了吧。我可以分你。厉害，这个人。他过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。有车过来了，兄弟们，有蹦蹦过来了，马路上。他这有。前方有危险。跑了吗？跑了吗？下来，来了。白给呀、啊！啊，直接扫下来了。又来一个。又来了。还有还有，又来了。什么车、啊？蹦蹦。蹦蹦。这是来抱团，抱团来复仇啊！抱团送死啊！这是。好牛啊！我好感动，太感动了，感动中国。还有，嗯 ，UMP 打死的炮在哪？车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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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库。前方有危险。车库有个人，来给我。这刚打死的包，我舔个死干。一楼，一楼，楼梯。丢弃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四号那里啊，四号那里，四号那里。一楼楼梯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。这没扫掉，走了，嗯，走了。不行不行，灵敏度真的要高一点，妈的，不然扫不了车。再加高，镜头跟开火。虽然说打 AK 会抖了一点，但是要扫车，不然扫不掉。你打习惯就好了。我刚刚试了一下，山上那个蹦子有没有飞进啊？不知道，有在山上那上面好像有个三倍，山上有三有三级包吗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上车，有桶油这里面，我没带油。来车了，兄弟们，我头顶，引过来。就是他们，粉丝粉丝特殊，就是他们，没停吗？就是这一队，没停没停，走了，过来了，来了来来，左边是蹦子，蹦子停，就来了一辆蹦子，没来了，没。你把他吃了呀，我没血的，你没有血吃他呀，我操，怂啥，他残的，楼顶，跳了，下去别让他补人，没事没事，我在这，狗屁也摸过来了，他跳墙边了吗？一楼外边，他下面有队友，跟我们打连。从这边跳下去，给一楼这边打了。一楼掉了，隔壁一楼，跳出去了。牛逼！隔壁还有啊。别急啊！耶！别急啊！你倒了，在拉我呢！哎呀，我的我的我的，这个人很残忍。西巴，他开枪剑了，我操！开枪剑也没按着。
别冲啊，我不想掉分啊。都过来了，没按着开枪键，急啥呀，真醉了。又来车了，不是这样，我没按到开枪键，按到了不一样。哎呦！我操，让他们打，让他们先打。小房间救人了，一颗雷甩下去，你扎死好几个。小房间右手小房间，对，啊，这个人知道我位置，我操，这东西。现在又来一队，我想撤了，我操，这他妈怎么撤，撤不了，跑跑跑啥？你跑不了的。这对俱乐部会玩的，妈的！你有小药吗？我没小药。有跟这。要吃雷啊，别炸了。我没按到开枪键呢，我按到了能给他打死的，他哥的没按到开枪键，干。走边边，能补吗？给我跳，就剩俩了吧？阳台，二楼阳台。我刚刚着急了，这个就这个，你第一个打倒这个，我卡那里打残血了，然后下去他跳房间里面了，我想追他。你都没看队友跟没跟你啊？我知道，本来想打开突破口，没想到被打开突破口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他直接搬进去了，然后，我前后都有，打不到他，没有按到开枪键。遇到废玩家，我操！为什么又上咱们两个了？我狗们这把我不打了。我不想掉分，我分满了。OK 啊，那我先溜了，我操！Okay, 我操，又是28分。拜拜。我操，这26星是有多版？这26星，怎么又给我扣回去了？哇，真的醉了，真的。我看哈，滴滴撞撞24，扣了24，然后又扣28，这个扣8分直接。今天的26星我已经掉了3次了，截止，给啊，重新找个队伍。13星、17星、20星。
上分吗，兄弟们？必然上分呢。带你们嘎嘎上分。人人自动上大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呀，我今天下午打得好迷呀、啊！扫码。没上网拍的微信联系我呀，你叫起来就好了。我休息了一会儿了，没练枪，可能发射了刚那波也打飞了一次，两个人打我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倒了，然后我又续了三颗烟。我想那个。身法少年，我操！哟，身法少年，哟，这还这打还有个妹子呢，把他秒掉就好了。呀，这个妹妹呢？哪个？三二号？二号？李长哥，这名字可以啊。第一个那个就是我和谁一起倒的那个，是个身法。在扣下吗？在扣下。啊对，啊对，我就看到他那个枪一口往上，一口往下，来回的，我操！牛逼！我操，真的屌！那个坡不好打的，那个坡。那坡我看了，我穿了一下烟，然后就再也没打。要不你给一号或三号枪，我抽烟呢。去哪儿啊？你找去哪儿呀、啊，长哥妹妹 ？P 港呗。P 港，这条路。我矩阵这里应该有。我去这条。OK 呢？那我们去急诊夹子库吗？那、啊、直接去医院夹子库好了。可以啊，看看有没有人吧。有人叫我去接你吗？没人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OK。OK。长哥妹妹不搭理我。下山以不掉大分为主。加小分也行。我操！上吧，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个糖狗。我操！伤害不过百。没事，我要让他等下叫我。65。李仔哥哥。我他妈自己都惊呆了，我操！牛啊！我操！太狠了。天上有个飘的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积分呀、啊，真要掉大分了。那是一分啊，分死他！别翻！那又有枪。他好像要去拿车哎。他这前面有个车应该。哎，一枪我操！掉大分儿，我操！无情残忍，这玩意儿你想哭吧，我操，我拿车，打赌一杯奶茶他不会叫，行，就和你赌了，今儿晚上喝奶茶。你等着啊，注意听啊！这个人再有比我还快的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记得要超大杯，没问题，绝对的，各种加。加椰果，全部加满。
前方有危险。我操，没油了，车没油了啊，兄弟们，尽量桶油。你就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他叫我鱼仔哥哥的。鱼仔哥，李长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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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了？咋了？我名字咋了？好听。就这把，对呀，就这把。是吗？还行吧。嗯，挺爷们的。哎，你这有清醒吗？清醒的话可以标一下，家人们。有直角没清醒，好整容了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！打标，停了吗？我操，巨沉！我操！停了没？停了没？哎，停没停？停没停？前方有危险！别人打标。300那里，随便，随便那一盘，不知道停没停？我这边视角看不到了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！他们打那个那个鼓呢？四号那边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来了，不能把他们放走了呀。你留下，来都来了，必须留下。待客之道，我去山上堵他们。打完就跑了？跑了吗？这么快走了？什么车呀？就是那个宝宝巴士。前方有危险！宝宝巴士几乎走了，有就不去换车了。没有跨年，那估计就是跑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来，这有个四倍啊！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二号妹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，我是一号。几号啊？一号。嗯。快过来！咋嘞？你可以叫我一声鱼仔哥哥吗？我给你个好东西。什么？你可以叫我一声鱼仔哥哥吗？我给你个好东西。我 M 四给你，行吗？不，鱼仔哥哥，你叫我鱼仔哥哥，我给你好东西，真的，快！快打吧！这真的，对。对，我真，你交啊，好东西都给你了，东西都拿到手了，对呀、啊，我都打到了，我还叫啥？有大本机不？我操！没有，我操！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上了他哥的大当，这人机出来干嘛呀？这人机出来这么早。马上都上套了，他哥的他跑出来，没有，这有我这里有物资，90分，过河拆桥，呸！我想要个大盘鸡，缺配件，一起跨个年吧。年估计被他们跨过了吧？
没有，没有。我想要个红点。他们哪里敢跨年呢？没事，我等下再来一次。那个宝宝八是最多一枪，他就得掉。差一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就是不掉，我真服了。哼哼哼哼哼，都没有，没有枪啊，是干也被捡走了，跨个年走了吧？嗯，走吧。乞丐也被捡走了 ，MC 也没拿着，这两个人跨，鱼仔哥哥还没有听着，能可以。这大哥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楼上有个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那你就带点去。我已经捡两桶了，捡不下。这有一妈皮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了有了有了，那我拿大炮了吧，那个太少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死干，等我捡把死干，没有枪。走吧，进圈吧，两千多米。结束好，哎、结束好，啊、结束好就。还少个人呢，把我给扔下了，你们差点就把你忘了。我给油，我给油，我还有一个飞行器呢。可以。二级包，你现在我能装多少东西了、啊？一开始拿两桶油的，装不下了，丢了一桶。打他，兄弟们！里面刚才跑了一个蹦蹦。真的飞过去！不对不起，我不想拿了，兄弟们。你要是蹲不到，你选吧。还有一个蹦蹦开着车，有看到吗？走走走，狗奔了呀！这个真人真人在这个山上，前方有危险！你打标320320，直接打标！我都没看到啊！直接打标就好了，不用手机了。有人给他封烟，前方有危险！这个树后面是不是有一个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哪个树后？后面这个树后啊！我操！谁知道后边是哪边 啊？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开什么玩笑啊！前方有危险！慢慢打呀，慢慢打！这是啥呀？我想看看我的淘汰回放，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！我们这怎么瞬间倒三个的？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！上面这个不知道人在哪儿呀？这是怎么瞬间倒三个人的？他跑了。过去了，我知道过来了，我得先往后撤。
两个，这里应该就把巴士那一队吧。三号要死了，收起来，他又跑了，我操，他又跑了。他这是要跑吗？哎，跑的掉个锤锤。他打不过那个人的。还跑，哎，后面这人怎么不打他？我操，这就跑了？那后面那个怎么不追出来杀一下他呀？他跑的倒挺快的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操，扣我27分，哎呦，好痛啊好痛啊！这个，你们再出去开一局吧，我开出我的狗分之类的。这第一个倒的，我操，零伤害，你敢信？我嘎嘎扣大分。这个李长哥妹妹直接就下线了。当当当，我看我离战神线还差多少？6559，我现在6756，200分多着呢啊，随便扣，我还有200分呢，怕啥？最近组队里面找一找，这个护一我和他玩过吗？你们上分吗？打七寒，那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还有200分呢，随便扣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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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星，队伍不好找啊。局30分，等我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，我立马下线换号啊。嗯，要及时止损，懂吗？噔噔，这没什么队伍呀，这
呜呜。哎呀，队伍不好找啊！我看看最近组队里面有没有。嗯哼哼哼，嗯哼哼哼哼哼哼，偏爱级。我进去看看。随便点开始打不就好了？兄弟们，看看看看，这有个老实人。你想像我刚才那一把那样吗？你知道我吃一把鸡加多少分吗？你知道我使一把扣多少分吗？兄弟们上分吗？兄弟们，我他妈就差多少分，我就已经战神了。我操，他没跑。你现在不在？哦，我看错。打吗，兄弟们？ S2, 啊，对，打呀打呀，打就来呀。你这个我看一下，你这个这么猛，我摇车哦，你怕不怕掉分？摇啊，怕什么？不要怂啊！你不怕掉分就行。那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别怕啊！只要不怕就行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心滴滴，心滴滴。吃一把加一分，掉一把36分，吃鸡屁股加一分。别慌，兄弟们，我还有试探的资本，懂吗？我靠，这把这么多土豪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我现在还有试一试的那个资本啊，还可以再试一试。其实你内心越想着要掉分的话，你打得越拘束，然后越拘束的话就越容易白给，然后就越容易掉大分。所以说啊，千万不要啊！他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吃鸡一把加五分？没有吧，八九分吧。还有八九分，可以的。跳哪儿呀？咱们先跳个地方收物资，我们再去咬吧。要不歪城也行，我看一下。我靠，还有一半的人，靠歪城吗？啊，有所也行。歪城吗？那不就打L城吗？L城好打一点，小城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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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外城应该人挺多的。打这种小城没看到人，好打一点，打完了之后就可以去找人了。啊，这边的三叉我下边有一队，有一队。看到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们开高斩了，我给我三叉我要了。好，我拿厨房楼。跟我一个三叉，他们要做三叉。我站这个点，标记处是一个暗号，火速前往防守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三张都能去，都去，快！一人一个汤拿下，我拿厨房楼，他们飘了，前方有危险，他们进不来了，跑野外了，快杀，白给了人头，前方有危险，我有枪了，跑两个，牛啊，追。给我架枪！我操！我不倒三个了吧？哎呦！我他妈我说了，哎呦，服了你们！他妈没人跟我这边三枪吗？我操！说了三枪，他妈的，真他妈人才！刚不是有人跟你三枪了吗？我他妈说了三枪，他妈的没人跟，我靠！妈，人家他妈去了一个大枪，他妈三枪跟一个，我靠！你等我，妈，我打倒两个人了，我靠！那个人就一把枪，你非要打那个干跑的人，我靠！发现你们真的是太逗了。在一号那边，我真他妈服了，说了跟一个就跟一个呗，还一直往前飘，我靠！前方有危险，在这个角落这儿。没头没甲，我靠，跟他跑过来了，能拿到枪，我靠，非要这样搞。他救起来了。真服了，我操！哎，自己菜，快点有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也死了，他们不给我，来，我也死了，我服了，我都服了你们了，哎呀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叫你们跟我还往那边跳。厂里面的你们肯定要先打厂里面的。拜拜。这个二号是那个战神吗？还是什么？战神一号。自己菜，那怪我他妈拿到枪就赶过来了，他就被打死了。全部落三仓的话也不行啊，万一他队友飘过来，我们就被夹在三仓了。对呀，我这边我这边还好，我打倒一个，不然他来反击拿枪，我们都死一号，你刚刚没枪吗？一号，啊，还拿个弩？我说你刚刚还拿个弩？对啊，没枪啊。刚才我还拿弩杀俩呢，没枪。那个人还拿把 UMP， 那 UMP 都打不死人家，都被人家先进长弓的死了，就怪队友。屁！什么人呀？我这里有物资。
就买这个吧。四号没要吗？可以分一个吗？可以。他就是想抢人头，然后被人没打过。有没有枪啊？我那包里面是不是有死干啊，兄弟？我放了一把大菠萝。OK 啊，我给你药啊，来来来，给你点，给你点饮料。我还是再给你个止疼药吧。我给你个扩容。我还是一把幺六，赶紧打。你手啊，他撕绷带，他没有药包。啊？他绷带啊？他绷带，直接走，你走啊、没事没事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没事没事。换一把，像打这种局的话，我就不能冲太快啊，兄弟们，等一下提醒我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不能冲太快，基本上我打我这里有物资，可以说就是没了，不能挡，不能挡。不能冲第一个，只能冲第二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捡把石盖去。石盖。先到一步，所以里面默念冷静冷静，不能冲不能冲不能冲，你们要扩容，不能探头不能探头，不用倒了就没了，倒了就没了。去标记点休息会儿吧，停这边透过去，停这边摸过去就好。找把五六的枪，这里都没收过，他们应该是转移过来的。我收了。这五高没收干净，这五高前方有危险，小心小心，人家发现了，我靠，被发现了，在这个前方有危险，进点蓝色里，我靠，透啊，咋发现的呀？这队有点牛啊，我在那边他怎么发现的，我操，他间谍应该有人吧，五栋楼顶前方有危险，要不先去开车去盲五栋。
可以啊，开车来啊，走走走，去把五洞里给抓了。一处地点，他妈的这队是不是偷啊？还在吗？这五栋呢？不知道，五栋跑下去了，跑下去了。两队吗？他为啥要封烟？两队啊，好像两队不是一队的。是一队的，他打了个人机，他打了个人机。甲子户的。嗯，甲子户有人去救的。这一队我感觉不好吃啊，大兄弟。刚才。他队友呢？这个山村都有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喵的，这条件不允许，还是一把幺六，快没子弹了。走吧，饮料也没多少。饮料我有了，我给你两瓶。你不走吗？要和他硬卡，这队吃不下来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丢两瓶饮料给你。OK 啊。记了一处地点，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在动车，在动车，动车了。出来了。野地啊，跑野地了。打了。走了。大蝉。大蝉插一枪。我他喵的这幺六没备弹了，十五发子弹了。去水城吧，水城发育一下吧，补给一下。掉下来了，我靠，这个开了吧，避开甲的库，他在叫我做事哎，我家很安全的，这是我家。嗯哼哼哼哼哼哼，让他自己开，让他自己开我就没了。是我家，我不有点不放心。今天来客没？哇，这手怎么嘎嘎的？给我标一把五五六的枪，还有子弹。
哇，三头三甲，真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好肥呀，三级包，一套一套三级套在这个平台这里，你敢信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你学废了吗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究极狗飞脸啊。水城是真的飞。这是我。来车了。车库那边。应该是在假车库吗？假车库吗？对，应该。他开到高架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停。他换了一辆车。你这手好冷啊。要停，有没有停在我们这边的假车库？没有没有，走吧，你过来小号，我们转点了。子弹还有吗？五六人，你刚才捡那把枪有没有子弹？我有标啊。捡点子弹。他收什么东西，收那么这么多东西，等一下一枪没开死了多尴尬呀。把有一对会玩的，我感觉要吃鸡屁股。有人在打架。我踩房顶，迷宫楼那边。没打了，打完了啊，死完了一对了。知道了，让他们上，让他们加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掉成尾，他要是他一装人机，气不气？差点没给他秒了，他走火。谢谢三百星，谢谢三百星送的，没打中他。山水初逢，谢谢。哪个位置啊？你标个点，兄弟。中段。中段哪儿啊？迷宫楼也有。房顶吗？中段围墙。我被揍了。迷宫楼房顶上人了。他瞄的。他们要压过来了。帮我架一下迷宫楼。哎呀，这个在我边上，你能不能架一下迷宫楼呀？他们要压过来了。完犊子，我在二楼打倒他们一个，兄弟抓紧时间救，等一下再不救他们压过来了。直接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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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了？
来我这儿。集合集合，来我这儿。快往回跑，冲烟。因为教堂上面还有一个，教堂顶上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一队就是歪城的那一队。这兄弟还知道保车，没补掉呢。人头没捞着，可惜。还在我们这儿，子弹不多了。你五五六子弹多吗，兄弟？这四号还是个哑巴。这就是随便找队伍打的下场。希望圈一直刷我们这儿吧，不然我这个子弹数很难打。可以，圈还在我们这儿。哦，圈还没刷呢。要不来两个人给我们送点物资也行啊，前五了，17个人前五，基本上都是满编啊。
有一队是三个人的，然后其他的都是满编。甜品圈还好吧，这圈刷的还行啊。上车上车走，别急兄弟，别急别急别急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我先过去了，等一下被叫。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，快走快走，打起来了，教堂的和下面的打起来了。那个三号的包在哪儿呢？来车了，后边来的，后边来的。走了。又回来了。来了来了来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死完了，死完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手嘎嘎冷啊，这个手。我操，这圈刷教堂了，我捡了七个雷，我操，这雷捡多了呀，人少了，前面那二层楼在圈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上面是四个教堂。前方有危险。这个厕所会不会来人了？这枪真猛。前方有危险，你怎么跑二线了？
可以来扶一下吗，兄弟？等一下。封烟，封烟，封烟。你等一下，你看我过得来吗？要没了，要没了，快点！过不来呀、啊，我操！上面石头有人架着。你怎么跑这儿来？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太烂了，我不救他还好，不救他直接刚才炸倒一个，直接我继续打就好了，不该救他，给自己打的。默默，看看这个头像，哎呦，好骚啊！加多少分？加四分啊，吃鸡屁股。好早啊！我看最近赌队里面有这个多少星？这怎么有个两星的？我和他打过吗？嗯嗯嗯嗯，都在开，都在打。战神就有一个上分吗，兄弟们上分吗？上分上分，打手战兄弟。可以可以。啊，那等一个吧。等一个等一个。嗯。然后一早上，我这不昨天晚上打到三点钟了。两 KD 啊，这个兄弟，我操！就被这个警车、救护车给吵醒了。吵醒了之后，然后我就问我操，这是小号吗？这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还有零点？哇！野猪群，还真。哇，这是。我觉得女的自杀基本上都是因为男的。不可能是因为钱是吗？啊，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皮
铁老板之前的队友啊，是吗？带着痞老板上路大神，我咋这么屌呢？修路下午掉了把分儿啊，掉了、啊、他们封烟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狗分仔，拿棒棒了，他们会藏毒的。加油站可以堵他们一手，说不一定。哦，带加油站。这么大个空投，三头三掉，没事。上面在打架。车子没油了，车子没油了。我加油了。人机被打住了，本能反应，本能反应，本能反应。补了补了补了。帅不帅一号？我给你他妈的补枪补的。应该的呀。这个人头。这你要补不死，那你就是个。来车了，来车了。呜、哦、呼！刀刀刀刀刀！下来！你被狙爆头了吗？我们得走了。啊，走，不用走，不用走。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上面打架呢，在这个坡啊。给方区放倒一个，我们把它吃了。上车，兄弟们，上车！来，听我口令啊，听我口令！来，纯你，你搁这下，快下下下！先别开枪啊，你先别录啊，你先别录枪。小平房好像有一个。二楼，二楼，外面有一个，外面，外面。一个，我操！你怎么被阴了？是有一个，死完了。哎，有点难受啊。我脸上他妈蹲在那个角落里面动都不动呢。这被阴了，没办法呀。就也救不了你。进墙我了吗？进了，刚进的。下面，下面，封烟。第六名死的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看到没？在跑，在跑，在跑！打死一个，倒一个，真是的，还有三个，这是 PM 那队的 PM 什么？他们的圈，他们的天命圈，倒一个吗？那边倒一个，一号开车，开车，一号你那边有人呢？什么有人？前方有危险！你那边反坡有人呢？你看到了？我操，真有啊！真是的。没有没有补的，石头后面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是的，哦，没了没了，来，让我知道。最后一个黄点，黄点，那我来接你吧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啊，给你，给你，来来来，黄点带你去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最后面爬着，我可以打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标个点，标个点。
前方有危险。这个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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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雀标修后面发针了。你看这个点，这个点标的精不精准？黄点，嗯，这叫什么玄学？打一把加十。91够，肯定是够，33分，够33分，够，肯定够了。但是你是不打不赢的，再打一把吧。再打一把，再搞一把，哎，来嘛来嘛，才两点呢，我不知道分够不够，我知道吧，够了我就不打了，百分百够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开盘了啊，兄弟们！开盘了，我去上个厕所去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么加太少了，才加几分，没有10分。啊，已经不错了，我的麦扣2分呢。这么强，路人很强的，有些路人嘎嘎强。下面有个人机。有一队，有一队，快快拿高楼，高楼他们贴了，我下了，跑吧跑。我楼下有一个，好了。没打掉，怎么拔拔跳？我只有个手枪，高楼两个，前方有危险，这有两个，打的人机。只有手枪，我需要武器。你怎么这么强啊？我这一把屎盖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楼下来了，下来了，高楼那个下来了。爬楼还有一个，能帮我吗？我楼下一个，
嗯，我等一下，我封烟，我封烟。他趴在我一楼还是二楼？他伏地了。高楼有一个。这栋楼还有人，兄弟，给我，兄弟。嗯。下来，兄弟，我已经到你一楼了。有吗 ？OK。好像有的。没有。看这边，这边过来了，来过去支援，好几个啊，死完了，死完了，走走走，拿狗砸去。研究所会不会有兄弟吧？别吓人。一号丢点子弹，丢点无聊子弹。OK。刚才有一队开车跑了的。噔噔噔噔噔。走走走，研究所。噔噔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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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山鸡头这里，快过来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呦我操！我怎么哼了这首歌？怎么，我怎么哼起来这首歌了呀？今天上大坟了。着了着了，被洗脑了。这首歌不是我该听的，不适合我这个年纪。补偿要不要？没要补偿，我丢了。你自己跨年一次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跨一次年，我跨过了吗？四倍要不要？你还可以跨，组队跨一次，自己跨一次，懂我意思吗？真穷啊！四倍带一个，四倍带一个。再跨一次，再跨一次，你们单个没跨的再跨一次。有没有喝的？这号没跨，跨一次。有没有喝的？我有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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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饮料。棒棒啷，棒棒，棒棒啷，棒棒。这个饮料够吗？不不不不不啷当。太少了。然后再给你一个。棒棒啷，棒棒。从后面。车呀、啊！高楼，一个公共，四号给我，四号，来呢，一个角度，我操，给我 ，Hello，Hello。
微信转账。前方有危险。干嘛呢？刚刚对什么话？我发背有556的枪吗？那边被拿了，他有个 M4 被拿了。这不有喜干吗？有把喜干。他没子弹，算了吧。我可以分你。厉害，这个人。他过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。有车过来了，兄弟们，有蹦蹦过来了，马路上。他队友。前方有危险。跑了吗？跑了吗？下来，来了。白给啊！啊，直接扫下来了。又来一个。又来了。还有，又来了。什么车啊？蹦蹦。蹦蹦。对吧？这是来抱团，抱团来复仇啊！抱团送死啊！这是。好牛啊！我好感动，太感动了，感动中国。还有，嗯 ，UMP 打死的炮在哪？车库。前方有危险。车库有个人，来跟我。刚打死的包，我舔个死干。一楼楼梯。丢弃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四号那里。一楼楼梯。来车了，来了。这没杀掉，走了，走了。不行，灵敏度真的要高一点，妈的，不然扫不了车。再加高，镜头跟开火。虽然说打 AK 会抖了一点，但是要扫车，不然扫不掉。你打习惯就好了。我刚刚是试了一下就是他们，粉丝，就是他们，没停吗？就是这一堆，没停，走了，过来了，来，左边是蹦子，蹦子停，就来了一件蹦子，雷来了，雷。那就把他吃了呀，我没血的，你没有血吃他呀，我操，怂啥，他残的，楼顶儿，跳了，下去别让他补人，没事，我在这，隔壁也摸过来了，他跳墙边了吗？一楼外边，他下面有队友，那个人拿脸，从这边跳下去给一楼这边打了。一楼掉了，隔壁一楼，跳出去了。牛逼！隔壁还有啊。别急啊！耶！别急啊！你跑了在拉我呢，哎呀我的，这个人很残忍。
鸡巴，开枪剑了，我操！开枪剑也没按着。别冲啊！我不想掉分啊！他们都过来了，没按着开枪键，急啥呀？真醉了。又来车了。不是这样，我没按到开枪键。按到了不一样。哎呦！我操，让他们打。让他们先打。小房间救人呢，一颗雷甩下去。扎死好几个小房间，右手小房间，对。啊，这个人知道我位置，我操，这东西。现在又来一队，我想撤了，我操。这他妈怎么撤？撤不了。跑跑。跑啥？跑你跑不了的。这对俱乐部会玩的。你有小药吗？我没小药。有，给你丢一瓶。这里要吃雷啊，别在那里。没按到开枪键呢，我按到了，能给他打死的。他哥的没按到开枪键，干！在左边边，能补吗？给我跳，就剩俩了吧？阳台，二楼阳台，我刚刚着急了，这个就这个，你第一个打倒这个，我卡那里打残血了，然后下去他套房间里面，我想追他。你都没看队友跟没跟你啊？我知道，本来想打开突破口，没想到被打开突破口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他直接搬进去了，然后，我前后都有，打不到伤害就。没有按到开枪键。遇到会玩。我操！为什么又上咱们两个了？我狗完这把我不打了。我不想掉分。我分满了。OK 啊，那我先溜了。我操！Okay, 我操，又是28分！拜拜！我操，这26星是有多吧？这26星，怎么又给我扣回去了？哇，真的醉了，真的！我看哈 ，DDA 撞撞啊，24，扣了24，然后又扣28，这个扣8分直接。今天的26星我已经掉了3次了，截止，第二，重新找个队伍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十三星、十七星、二十星。上分吗，兄弟们？必然上分呐！带你们嘎嘎上分！人以负重上大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呀，我今天下午打得好迷呀、啊！扫码。没上网拍的微信联系我呀，你一个再起来就好了。我休息了一会儿了，没练枪，因为他这个刚才给我打飞了一次，两个人打我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倒了，然后我又续了三颗烟。我想那个。身法少年，我操！哟，身法少年，哟，这还这打还有个妹子呢，秒掉就好了。呀，这个妹妹呢？哪个？三二号，二号，李长哥，这名字可以啊。第一个那个就是我和谁一起倒的那个，是个身法。这破笑吗？这破笑啊！对啊，对，我就看到他那个枪，一口往上，一口往下，来回的，我操！牛逼！我操，真的屌、啊！那个坡不好打的，那个坡。那坡我看了，我穿了一下烟，然后就再也没打。要不你给一号或三号枪，我抽烟呢。去哪儿啊？你找去哪儿呀、啊，长哥妹妹 ？P 港呗。P 港啊 ，P 港这条路。我矩阵这里应该有。我去这车。OK 呢？那我们去急诊夹子库吗？那、啊、直接去医院夹子库好了。可以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吧。有人叫我去接你吗？没人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OK。OK。长哥妹妹不搭理我。下山以不掉大分为主。加小分也行。我上吧，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个糖狗，我操，伤害不过百，没事，我要让他等一下叫我65啊，你仔哥哥，我怎么自己都惊呆了，我操，牛啊，我操，太狠了。天上有个飘的，看到没？积分呀、啊，真要掉大分了。那是一分啊，弄死他！别翻！那又有枪。他好像要去拿车哎。他这前面有个车应该。哎，一枪，我操！掉大分，哦吼！我操！无情残忍。这玩意儿你想哭吧，我操，我拿车，打赌一杯奶茶他不会叫，行，就和你赌了，今儿晚上喝奶茶。你等着啊，注意听啊！这个人比赛比我还快的，我就没办法了。
记得要超大杯，没问题，绝对的，各种加，加椰果，全部加满。前方有危险。我操，没油了，车没油了啊，兄弟们，捡两桶油。你就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他叫我鱼仔哥哥的。鱼岛哥，李长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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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长安，长安，我名字长安。好听，就这把，对呀，就这把。是吗？还行吧。嗯，挺爷们的。哎，你这。有轻型吗？轻型的话可以标一下，家人们。有直角没轻型，好点用了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打标，停了吗？我操，巨沉！我操，停了没？停了没？哎，停没停？停没停？前方有危险！打标，打标。300那里，这边，这边那一盘，不知道停没停，我这边视角看不到了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！他们打那个枪，打那个那个鼓呢。四号那边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来了，不能把他们放走了呀。你留下来都来了，必须留下。待客之道，我去山上堵他们。打完就跑了？跑了吗？这么快走了？什么车呀？就是那个宝巴士。前方有危险。宝巴士几乎走了，就不去换车了。没有跨年，那估计就是跑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来，这有个四倍啊！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二号，二号妹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。我是一号。几号啊？一号，一号，一号。嗯。快快快快过来！咋嘞？你可以叫我一声鱼仔哥哥吗？我给你个好东西。什么？你可以叫我一声鱼仔哥哥吗？我给你个好东西。我 M 四给你，行吗？不不不，鱼仔，你叫我鱼仔哥哥，我给你好东西，真的真的，快快快，快打他！这真的对。对，我真，你交啊，好东西都给你了，东西都拿到手了。东，对呀、啊，我都打到了，我还叫啥？有大本机不？我操！哎呦！我操！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上了他哥的大当。
这人机出来干嘛呀？这人机出来这么早，马上都上套了。他哥的跑出来。没有，这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90分。过河拆桥，呸！我想要个大盘鸡。缺配件，一起跨个年吧。年估计被他们跨过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想要个红点。他们哪里敢跨年呢？没事，我等下再来一次。那个宝宝八是最多一枪他就得掉，差一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就是不掉，我真服了。嗯哼哼哼哼，都没有枪啊，是干被捡走了。要啊，跨个年走了吧？嗯，走吧。乞丐也被捡走了 ，MC 也没拿着。这两个人跨，鱼仔哥哥还没有听着。能，可以。这大哥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楼上有个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他还是带人枪，我已经捡两桶了，捡不下。这有一妈拼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有了，让我拿大炮了吧，你怎么太少了、啊、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死干，等我捡把死干，没有枪。吧，进圈吧，2000多米。结束好，还少个人呢。把我给扔下了，你们好点。差点就把你忘了。我给油，我还有一个飞行器呢。可以。二级包，你现在我能装多少东西啊？一开始拿两桶油的，装不下了，丢了一桶。打他，兄弟们！里面刚才跑了一个蹦蹦，真的飞过去了。不对不起，我不想拿这个兵。你要是蹲不到，你捡吧。还有一个蹦蹦开着车，有看到吗？走，狗分了呀！这个真人在这个山上，前方有危险！打标，320，直接打标。我都没看到啊！直接打标就好了，不用手机掉。有人给他飞烟，前方有危险。这个树后面是不是有一个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哪个树后？后面这个树后啊！我操！谁知道后边是哪边 啊？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开什么玩笑啊！前方有危险！你打压吗？那打！这是啥呀？我想看看我的淘汰回放，我操！前方有危险！我们这怎么瞬间倒三个的？我操！
前方有危险。啊、上边这个不知道人在哪儿啊。这是怎么瞬间倒三个人的？他跑了。过去了。我知道过来了，我得先回撤。两个，这里应该就把巴士那一队吧。三号要死了，收起来，他又跑了，我操，他又跑了，他这是要跑吗？哎，跑的掉个锤锤，他打不过那个人的。还跑，哎，后面这人怎么不打他？我操，这就跑了？那后面那个怎么不追出来杀一下他呀？他跑的倒挺快的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操，扣我27分，哎呦，好痛啊好痛啊！这个，你们再出去开一局吧，我开着我的狗分出来了。这第一个倒的，我操，零伤害，你敢信？嘎嘎扣大分。这个李长哥妹妹直接就下线了。当当当，嗯哼，我看我离战神线还差多少？6559，我现在6756，200分多着呢啊，随便扣，我还有200分呢，怕啥？最近组队里面找一找，这个护一我和他玩过吗？你们上分吗？打七寒，那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还有200分呢，随便扣啊！噔噔噔噔噔，队伍不好找啊，
一局三十分。等我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，我立马下线换号。嗯，要及时止损，懂吗？噔噔，这没什么队伍呀，这。我看看最近组队里面有没有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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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偏爱级，我进去看看。随便点开始打不就好了。兄弟们看看看看，这有个老实人。你想像我刚才那一把那样吗？你知道我吃一把鸡加多少分吗？你知道我使一把扣多少分吗？兄弟们上分吗？兄弟们，我他妈就差多少分，我就已经战神了，我操，打飞炮了。你现在不在哦？哼，嗯，我看错。打吗，兄弟们？ S2, 啊，对，打呀打呀，打就来呀。这个我看一下，你这个这么猛，我摇车哦，你怕不怕掉分？摇啊，怕什么？不要怂啊！你不怕掉分就行。那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别怕啊，只要不怕就行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心滴滴，心滴滴，吃一把加一分，掉一把三十六分，吃鸡屁股加一分。别慌，兄弟们，我还有试探的资本，懂吗？我靠，这把这么多土豪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我现在还有试一试的那个资本啊，还可以再试一试。其实你内心越想着要掉分的话，你打得越拘束，然后越拘束的话就越容易白给，然后就越容易掉大分。所以说啊，千万不要啊！他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吃鸡一把加五分？没有吧，八九分吧。还有八九分，可以的。跳远呀，咱们。
先挑个地方收物资，我们再去咬吧。要不歪城也行，我看一下。我靠，还有一半的人。靠歪城吗？啊，右手也行。歪城吗？那不就打 L 城吗？L 城好打一点，小城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把歪城应该人挺多的。打这种小城。没看到人。好打一点，打完了之后就可以去找人了。啊，这边的三三五。下边有一队，有一队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们开高斩了，我给我三三五要了。好。我拿厨房楼，跟我一个三三，他们要做三三，我站这个点。标记处是一个暗号，火速前往防守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三三都能去，都去，快，一人一个汤拿下，我拿厨房楼，他们飘了，前方有危险，进不来了，他们进不来了，跑野外了，快杀，白给的人头，前方有危险，我有枪了，跑两个。牛啊！追！给我架枪！我操！我不倒三三个了吧？哎呦！我他妈我说了，哎呦服了你们！他妈没人跟我这边三三吗？我操！说了三三，他妈的，真他妈人才！刚不是有人跟你三三了吗？我他妈说了三三，他妈的没人跟，我靠！妈人家他妈去了一个大三，他妈！三三跟一个，我靠！你等我，妈，我打到两个人了，我靠！那个人就一把枪，你非要打那个刚跑的人，我靠！发现你们真的太爱逗了。在一号那边，我真他妈服了，说了跟一个就跟一个呗，还一直往前飘，我靠！前方有危险，在这个角落这儿。没头没脚，我靠，跟他。跑过来了，能拿到枪，我靠，非要这样搞。他救起来了，真服了，我操！哎，自己菜，怪队友。我也死了，他们不给我，我也死了，我都服了你们了，哎呦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叫你们跟我还往那边跳。你们肯定要先打仓里面的。拜拜。这个二号是那个战神吗？还是什么？战神一号。自己菜，那怪我他妈拿到枪就赶过来了，他就被打死了。全部落三仓的话也不行啊，万一他队友飘过来，我们就被夹在三仓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边还好，我挡倒一个，不然他来防心拿枪，我们都死。一号，你刚刚没枪吗？一号，啊，还拿个弩？我说你刚刚还拿个弩？对啊，没枪啊。刚才我还拿弩杀俩呢，没枪。
那个人还拿把 UMP， 那 UMP 都打不死人家，那比人家先进长弓，就死了就怪队友。呸！什么人呀？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就买这个吧。四号没要吗？可以分一个吗？可以。他就是想抢人头，然后被人没打过。有没有枪啊？我那包里面是不是有死干啊，兄弟？我放了一把大菠萝。OK 啊，我给你药啊，来来来，给你点，给你点饮料。我还是再给你个止疼药吧。我给你个扩容。我还是116，赶紧打。你手啊，他是绷带，他没有药包。啊，他绷带啊。他绷带，直接走，你走啊、没事没事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没事没事。欢迎。像打这种局的话，我就不能冲太快啊，兄弟们，等一下提醒我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不能冲太快，基本上我打我这里有物资，可以说就是没了。不能倒。不能冲第一个，只能冲第二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捡把死干去。死干。先到一步，所以里面默念冷静冷静，不能冲。你们要扩容，不能探头，不用倒了就没了，倒了就没了。去标记点休息会儿吧。停这边透过去，停这边摸过去就。找把五六的枪，这里都没收过。他们应该是转移过来的。我收了。
这五缸没收干净，这五缸前方有危险。小心小心，人家发现了，我靠，被发现了，在这个前方有危险，定点蓝色里，我靠，透啊，咋发现的呀？这队有点牛啊，我在那边他怎么发现的，我操，他近点应该有人吧，五栋楼顶前方有危险，要不先去开车去忙五栋，可以啊，开车来啊，走走走，去把五栋的给抓了。记了一处地点，他妈的这队是不是偷啊，还在吗这五栋的，不知道五栋跑下去了，跑下去了，两队吗，他为啥要封烟，两队啊，好像两队不是一队的，是一队的，他打了个人机，他打了个人机，假的过的，假的过有人去救的，这一队我感觉不好吃啊，大兄弟，刚才他队友呢，这三层都有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他喵的这条件不允许，还是一把幺六，快没子弹了，走吧，饮料也没多少，饮料我有了，我给你两瓶，你不走吗，要和他硬卡，走吧，这队吃不下来的，走吧走吧，丢两瓶饮料给你。OK 啊。记了一处地点，出来了吗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带动车，带动车，动车了，出来了，野地啊，跑野地了，打了，走了，大禅大禅插一枪，我他喵的这幺六没备弹了，十五发子弹了，去水城吧，水城发育一下吧，补给一下，我靠，这开了吧，B
避开假的库。他在叫我做事哎。让他自己开，让他自己开我就没了。是我家，我不有点不放心。看看我家今天来客没？哇，这手怎么嘎嘎的？给我标一把556的枪，还有子弹。哇，三头三甲，真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好肥呀，三级包，一套一套三级套在。在这个平台这里，你敢信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你学废了吗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究极狗飞脸啊！水城是真的飞，这是我。来车了，车库那边应该是在假车库吗？假车库吗？对，应该他开到高架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停。他换了一辆车。你这手好冷啊。要停，有没有停在我们这边的假车库？没有没有，走吧，你过来小号，我们转点了。子弹还有吗？五六的，你刚才捡那把枪有没有子弹？我有标啊。嗯嗯嗯嗯嗯，捡点子弹。估计他收这么东西，收那么这么多东西，等一下一枪没开死了，多尴尬呀！有一对会玩的，我感觉要吃鸡屁股。有人在打架。我踩房顶，迷宫楼那边。没打了，打完了啊，死完了一对了。知道了，让他们上，让他们加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掉成尾，他要是一装人机，气不气？差点没给他秒了，他走火。
不、哦，谢三百星，谢三百星送的。没打中他。山水初逢，谢谢。哪个位置啊？你标个点，兄弟。中段。中段。迷宫楼也有。房顶吗？中段围墙。我被揍了。迷宫楼房顶上人了。他喵的。他喵压过来了。帮我架一下迷宫楼。哎呀，这个在我边上，你能不能架一下迷宫楼呀？他喵压过来了。完犊子，我在二楼打倒他们一个，兄弟抓紧时间救，等一下再不救他们压过来了，直接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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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呢？来我这儿，集合集合，来我这儿，快往回跑，冲烟，教堂上面还有一个，教堂顶上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一堆就是歪城的那一堆。这兄弟还知道保车，没补掉呢。人头，人头没捞到，可惜。还在我们这儿，子弹不多了。你五五六子弹多吗，兄弟？这四号还是个哑巴。
这就是随便找队伍打的下场。干。请往圈一直刷我们这儿吧，不然我这个子弹数很难打。可以，圈还在我们这儿。圈还没刷呢，要不来两个人给我们送点物资也行啊，前五了，17个人前五，基本上都是满编啊，有一队是3个人的，然后其他的都是满编。甜品圈还好吧，这圈刷的还行啊。上车上车走，别急兄弟，别急别急别急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我先过去的，等一下被叫。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，快走快走，打起来了，教堂的和下面的打起来了。那个3号的包在哪儿呢？来球了，后边来的，后边来的。我这边死完了死完了，过来过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这个手我操，这圈刷教堂呢，我捡了7个雷，我操，这雷捡多了呀，人少了，前面那20层楼在圈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上面是4个教堂，
前方有危险。这个厕所会不会来人了？这枪真满。前方有危险。你怎么跑二线了？救我！可以来扶一下吗，兄弟？等一下。封烟，封烟，封烟。等一下，你看我过得来吗？要没了，要没了，快点！过不来呀、啊，我操！上面石头有人架着。你怎么跑这儿来？右边，右边。太烂了，我不救他还好，不救他直接刚才炸倒一个，直接我继续打就好了，不该救他，给自己打的。看看这个头像，哎呦，好骚啊！加多少分？加四分啊，吃鸡屁股。好早啊！我看最近赌队里面有没有。这个多少星？这怎么有个两星的？我和他打过吗？嗯，哎，都在开，都在打。战神就有一个上分吗，兄弟们上分吗？分上分，打手战，兄弟。可以可以。啊，那等一个吧。等一个，等一个。然后一早上
我这不是昨天晚上到三点钟了，两 K D 啊，这个兄弟，我操！就被这个警车、救护车给吵醒了。吵醒了之后，然后我就问我操，这是小号吗？这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还有零点？哇！业主群，在这里。哇，这是。我觉得女的自杀基本上都是因为男的。不可能是因为钱什么。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痞老板之前的队友啊，是吗？带着痞老板上路大神，我咋这么屌呢？兄弟，下午掉了把分儿啊，掉哪把的？掉了分没有事儿，我操，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有的是分啊，还有两百多分呢，可以掉，可以可以，心态就要好，对呀，对，心态放好才能上大分。再有十来天，这个赛季就结束了吧？还有一个星期吧，一个星期半。对，这是我有麦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打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他有两个小弟带着痞老板上了战线，这么猛吗？那他小弟是这个小弟吗？不是，应该长得应该能快。快过年了。早上到下午就涨了三分啊，58涨到了61。下个赛季打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心都。因为下个赛季，那个学生们都放假了，知道吗？嗯。时间，对啊，时间就多了。对，下个赛季玩的人就比较多了。对对对对。反正一个赛季比一个赛季。问他一下。我说我认识小九，真的吗？哎，同学，你印象中哪个赛季的战神是最难？小九是谁？哪个赛季战神最难抽？就这个赛季吧。这个赛季没有，我觉得这个赛季还不是最难的。之前赛季都是两天，这个赛季打了三天。这个赛季是因为赛季初咱们没那个找的追猎的那个，不是偏偏痞老板就是小九，他怎么变成小九了？他不是小痞吗？我印象中好像是 SS6。找个队伍打不容易，外挂太多了。我记得是拿小雷影那个号打。上把随便找到一个队伍，我操，打的是啥呀？一个死了怪队友。另一个上房女白给，还有一个不说话啊。很强吗这一队？那可以，那我混着上两把分。哦，安润也在玩呢。安润，安润怎么还在十八星晃悠？我的天哪！风渐渐，我看我最近我组队里面有没有人呀、啊？有人的话给他拉进来，都给他开了，太难等了。这个表子上的，刚刚另外一个到现在还没冲上去。
这个赛季东东都没玩。没空玩了。不知道。就上次那个小九被比划了。哎，小九的时候。哎，你也认识小九吗？微信打个招呼。小九，你说的是哪个小九？就那个燕九。哦，我说的是泼皮。泼皮，你认识泼皮？燕九不就是泼皮的粉丝吗？就是上次他打的那个战术号。燕九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燕九，对。他那个 ID 就是叫燕九啊。对，燕九不是那个房管号吗？嗯，那叫什么？嗯，燕九是他那个房管的号吗？第三暗号的，这是。嗯。找到组织了。嗯。燕九，我说了一下，我还有他好友呢。那破皮睡醒没有？那那，嗯，他今天打不打比赛？不打比赛了，几点了？差不多。我怎么听这么年轻的歌？这年，难不成我要听天天听那种？行，我给你放啊。我跟那个阿猫打。好。那我就给你放一首，谢谢你的爱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说我也是泼皮房管。啊，那个，那安安的这个号12分钟、13分钟前上线了。哎，我要真说了。那我等一下怎么圆啊，我等一下。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多么伤有多深啊，要破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这没有人呀、啊、这多情暂且保留几年。不行，咱们三个人就匹个路人打吧，小小也行啊，我觉得这等不到人呀、啊、这对等不到人，随便匹个路人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小姐打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匹个路人打吧。有那个味道吗？啊？是不是我该听的歌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对对对。嗯？怎么退了？不敢不想不应该。我操，这么屌吗 ？S15赛季20KD。我操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，这是。我问一下，破皮。他怎么问 Poppy 去了？那等一下 Poppy 来了，大哥了，这怎么搞？ Poppy 来了，我千万，你们千万记得啊，等一下不能爆点啊。等一下他来了，如果他来了，我就不说话了。不能给我暴露了啊。
稍等一分钟，我给他发个信息。跳监狱吧，他们说跳监狱收了装备去 L 城装装人机打运营。去成都干嘛？哎，这个兄弟要申请入队。我虚幻孤独，小鱼仔兄弟，你着急吗？啊，我不急，我不急。怎么了 ？OK OK， 没事没事，你不急就行。我刚给他发信息。啊，哦，你给 Poppy 发信息是吧？叫他来。嗯，咱们少个人不是吗 ？OK 啊。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因为要打首战的话，三个人匹配的话，少加五分的。嗯，对对对。对吧？得四个人一起才能加那个五分。对对对。刚起，但是四点开始播，所以他可能这个时间刚起。我担心他跟其他的朋友约好了，先问一下，等个一小时。破笔干嘛呢？还不来？怎么回事？发个消息问他一下，我发个消息给他说，雷爷找你打游戏了。再等一会儿，我大哥都要强制了。他不知道，你们只要不爆点的话，他不知道。嗯，他不知道我这个名字，他声音应该也听不出来。我开口听不出来，他听不出来的。我这个直播间的声音和这游戏里面的声音不太一样。他刚醒，他回我了，让我稍微等他一下，他陪过来陪咱们打个首战，然后再去跟阿猫去打落战。喂，小小。嗯。我刚好晚上有个饭局，你知道吧？上次打比赛呢。我下午所以是。比赛打过。上次换身衣服，我想一想，比赛什么时候打的？去年吧，好像是。公司。好像还是去年。几月来着？五月还是四月？还是一月和二月来着？好久了。昨天晚上玩太晚了。
我估计刚才我给你发信息，我本来想不到两点给你发信息，但估计那个时候你没醒。这么有缘分，竟然这么有缘分啊，就和痞老板搞一局。小鱼仔兄弟稍微等一下，他在上线啊。不急不急不急。 OK OK。 等一下我一进去直接落地白给了怎么办？白给了立马就跑。哦，他们跳前一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白给啊。6 6 1 6 5 1。小强昨天晚上玩了吗？小强怎么了？这个分不对啊。小强怎么是6482的？他是6482呀。他前天就是6482吗？对呀。我看我看一下这个雷爷多少分了。75。6700。又打到二。6000。我比他多60分。他可能明天开始打。就掉了200分，27、28。血拉拉的疼。嘎嘎疼。今天和昨天打的有点裂开啊，都没有连着吃鸡那种。我今天还扣了一码24呢。24、28、27。这好像扣的分还挺多的。哎，那意思说我今天打了一天一分没加吗？我看一下，昨天打到是6772，我现在676。怎么回事？我操，今天不对啊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好像一分没加还倒扣了。我操，我才发现。对，我四川苏州的，哦不对，我苏州泸州的，不对，我四川泸州的。嘴瓢了，嘴瓢了。泸州的，他这个号定到那个什么，定的是江苏啊，江苏是鱼仔在江苏。看一下。江苏的淘汰分，我操，我才13吗？淘汰分有点少啊！我操，这个人都快他哥的9000分了，天哪，离谱啊，真离谱啊！他怎么还不来呀？这个破皮怎么回事？我等了他大半天了。我给他发微信不就暴露了吗，兄弟？嗯，他上的 logo 号来了来了，好像 logo 吗？那我们被溃屏了怎么办？是啊，我问问他。不能讲啊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能去跑点，真的。哦，他让安安先进来。Hello， 雷哥。Hello。
Hello 啊。我先下了，他顶他那边顶号。安安吗、？OK OK， 他跟我说了。嗯，拜拜雷哥。这是他房管吗？拜拜，乖。不准说啊，不准说。一定要隐藏自己，兄弟们千万不能说，说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，知道吗？说了就没那个感觉了。一会儿兄弟我们跳监狱，你跟着我们打好吗兄弟？啊，跳监狱吗？我可以可以、嗯、我从来没跳过，可以试一试。你跟着我们试一局好吧。 OK OK， 然后一会儿你搜那个主楼边上那个二层楼，还有后山的那一栋楼，知道吧，监狱里面。 OK OK， 明白。我还是知道地形的。 OK OK， 然后有枪给你标，然后咱们搜一把枪就直接去那个 L 城方向的四栋房子，然后去打 L 城。四合院，一个四合院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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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大哥游戏还没开始给我安排好了。呵呵呵，可以参考。这么专业的吗？上来了。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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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先不能跟他说话，先不能跟他说话。刚才我们想开来着，后来小强今天过生日，他去开生日聚会去了。哦，小强吗？嗯，小强今天生日啊。嗯，他正好放假了，先不能出声啊，不能出声。然后来我不能出声，打把手战吧，打把手战。万一被他听出来了，后来三个人开的话少加五分吧。然后你跟阿毛打不是也是四个人吧，也会少加五分，所以就想起来就给你发了个信息。嗯、来一把。什么？我就已经暴露了，你已经有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操！刚睡醒，退一下。嗯。你们，哎呀，我。这就不好玩了呀，这就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这个游戏都还没开始呢。是你们招募的吗，雷哥？游戏都还没开始就被暴露了。Okay, okay. 嗯，招募的，刚才。很猛啊！哇，屌！这第一把。对。啊，我招募进来的，怎么了，兄弟？很猛啊！啊，你也很猛啊！喂！我昨天晚上。我操！玩另外小号去了，然后我就刷抖音就看见那个视频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家的弟弟妹妹。艾特我啊！他没有做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啊、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什么猫的老鼠？好像被限流了，那个不知道里面出现了什么，限流了一下。是吗？嗯。别出风台，还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格的剪辑、太棒了。一点都不好玩。剪辑师那边搞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元素进来，比那个光有那个游戏画面的那个好看多了。嗯，我们去监狱哟、哦，一涵。啊，好的呢。那个雷爷大哥和我说了。OK OK 啊，他也没跳过监狱。是《L 城历险记》嗯。我昨天跑去安猫的那个直播，因为我平时没事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机设备经常刷抖音，你懂吧？在家没事。嗯。就跑安猫那儿去了，刚在安猫那儿，也就待了那。哎呦，头屏断了！我操，这声音断了，嘎嘎大。啊，对，差不多有在说。哎，感觉好像安了定位一样，我去哪儿，他不到一两分钟，他马上就能探测出，就过来。哎嘎，我说啊，又被抓到。哟，直播间都互通的，我们几个。像没人。嗯。没看见。左边洋房那倒是飘飘的一点。有一段高下雨在那。对，那边有高飘。内鬼，内鬼一点都不好玩。我还想着打完了，说一下，然后我就溜了。打完了这个号我就强制了，应该最后一把。我估计的话应该要强制了。好玩，你们一下子就把我给暴露了。我本来预想着可能在游戏中途，或者说有枪吗？游戏开始的时候我会暴露，万万没想到啊！好啊，这游戏还没开始就已经暴露了。我需要瞄准镜。长处小鱼仔兄弟有枪了吗？哎，有一把这个新枪。有枪的话就。我分你一把 AK， 你就出来就行了。我分你一把 AK。OK。嗯。嗯，这边有车在标，这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打中两枪。蹦子是吗？嗯，去打野的，打野的，对。嘎嘎熊，去斯多拉法。打野的，我不打狙，他们估计也不打狙吧。这个挨着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嗯 ，OK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厕所。我这边来车了，有车了，你那车有上车，后面跟着那车了，离谱，应该直接走吧，离谱，这没打到他，我的子弹还没他车开的快，这把 AK， 我这里有物资。啊，那有那个厕所里头有用麻皮，我这里有物资，知道了，这有一把，子弹很多，就一个扩容，一个清洗，海景房一楼两把，给你个扩容，皮肤，这个玩意，给你个八倍镜，上面有把迷你 ，OK， 八倍不要。可以当望远镜啊、哦、AK 子弹可以分我够用 AK 子弹海景房一楼两把 AK 子弹都在那儿
我190可以分，够用。我140够了。那你给我50发吧。50-90吧。这么可以，大气。OK。撵他一波不太好吧？他这个号估计也要上战神的。嗯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的那个树在哪儿呀？哼，我的那个树在这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哼，一号兄弟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哦哦，我去我那个树了，深忘情树。你不去那棵树，那棵树会失望的。这没看见，我摸下去看一下。刚刚这边几个人在这，好像没开过门。长尾那边，去大仓看一下。嗯。刚才这个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其实你跟阿猫被猫光了吗？没收，没有没有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你跟阿猫其实应该每天搞一把四排啊，要么打一把四排，要不然少加五分不是吗？五没有吧？哦，你五分吗？好友组队，对你好友组队必须四排才能加上那个五分的。我没弄那个。这个时候应该放一首歌，叫做《演员》。19000了，也快了。主要是狂杀人，一把杀个10-20个，再刷 KD 的，刚好也上分。对、这个 KD 看能不能赚到十。哎呀，十可以。潜伏还潜伏啥呀？他这个他早就暴露了，他打了100多场2KD 了，好难赚哦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还可以了 ，RKD。咱还让还去上99的车，给我掉了一把大分，掉了50。啊？跟狗狗玩了吗？跟狗狗玩的。我多了一个四倍啊！补仓。3倍硬，要扩容。我多一个四倍，我就车库，车库里没车了，兄弟们。那我这个丢了，你们应该都有了。车被耗走了。嗯，四倍在车库，车库扔了一个四倍。他这标了一个三级包。我这有三级头。啊，给小九吧。然后小九，我这有个激光，一会儿可以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哦，那我换枪去。还有把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那两把枪应该都齐了。Scar 我有。OK。拿把 Scar 去。我拿个激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三倍镜不成。有看到冲锋枪的扩容吗？琥珀也行，有一个快速弹夹，我这里有物资，你要不要？快速有，我多好多76子弹要吗？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四倍镜有人要吗？应该都有了吧？对了，找辆车。这一套，这辆车可以往洋房那个方向，迂回一下。哎，我扣冲锋枪扣人我有，哎，来车了，蹦着蹦着马上上，接力，没接上，上我在餐厅，我给你扣人冲锋枪的，接力，快扣，走吧溜吧。